自从我就过去过街了，我就从俺那老给，虽然在你学外，连个吃不点那老了呀。我就这么怎么过去，那去年我要的，你那老年没生，俺初中呢，那就当别个了呀。今朝别人那个不让个让说六当街，俺的初中那里，俺的俺你大当这边也过的不让当别个了，就这，俺说给那边给帮我的。 那个人是不是来人？这边拉龙啊，中啊，哪里啊？那今年个节了，很多模特呢，他在拍哪里啊？娘姐学了。七三年这边，就不去就是这个选择权，他也是呢，这个年，人家学的，他当做的，进了学馆，旁边结婚去，所以不管几件样式就那样去做。 天到有不得生的，学习的。明年是我学习的呀。俺们这边每天去都包的，包我们呼吸的就不要拿了，很多娘家学我的，什么拿了都是学的，困难都是都要做的，但是能过的，母亲的拿了呢。俺们全部学习了，六周特别急了，很多母亲的刚刚也会有的，听见他们欠我也结清不了生的。六周当班这个月嘛的，六周当班急了，其实什么是？ 那些鸡蛋不要拿了，让俺这个司机来要嘛的，这个没人我的他们，我那人民阶级定了吃下来，其实这么几个年蛋吃有的，因为你不要拿了，确实这么六六蛋不吃，不要不要买嘛，相当于年蛋都是钱要嘛的，可能我那米色给刚刚是让娘家学我的，自己碰到就拿黄豆放着，里面啥子搞的也不用吃，我那看了小孩看了让你我看了呀，看着咋地的小姑娘，刚刚那样过的松松。 他谈的年多了，退了年多了，对吧？那点年多了，退了，其实就是说，中国人嘛，六差别几了。小孩看了这些，他的年过大，光大，看了社会，三大要退休，他都会带有的。现在这些钱都经常那个母亲的，在那些，给钱去做给，其实这么六六当我妈说，六六当呗，其实这么说，大部分人说的这个，本本本就拿了那些，你不会选择全部穷。 但俺们这别人他呗，那都感觉见蘑菇学不及的，他就做的俺们就直接这样了，不要给切自己感觉这样的了。地拖了，谈得不多了，别人能过的，他包的你只能不给学的，选给吃，试试你不抗药端去，俺们俺们就不要给切自己感觉这样做了呀，别人拿了那时间，因为你不给学，不见了。